是大家都很想身处的一个地方来啊。一个咁壮观的球场真的很适合这一场咁重要的比赛啊。比赛开始，无论是代表球会定还是代表队，林柏特2005年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，是他当时生涯最多产的一年，他还连续两年就是蝉联这个代表队的最杰出球员。是啊，2006年的外围赛他无疑是英格兰表现最稳阵的球员，对波兰和奥地利都交出成绩。他在场上无时无刻都十分专注，全程投入，今场波相信都不例外。基利安文巴比传去边线，碧咸传波弹了出底线，角球来的，碧咸一如以往去负责处理。好了，碧到这场的第一个角球了，看看开成点先，头槌顶下去，值得试下的，不过就运气不多够。呢球波我谂佢平时练习入咗好耐噶啦，不过练习同真正比赛争好远嘅。都撞得几大力喎！加华迪奥系咪揾到目标咧？伊道东拿利传去侧翼，杜申泰迪治。埋巴，比赛初段有冇咩感想咁啊？两队都唔想主动，都系以保守啲嘅踢法为主，唔想失波先啦。呢啲咁嘅传波真系激死队友啊！亚历山大亚诺特，哇！呢球有趣喎。一个横传埋去中路，攻势仲继续紧，角球嚟噶。今日第二个角球，对手今场波咧仲未有角球噶，跳到尽顶呢一个波，嗱，俾你攻多次，救得好啊！真系唔嘢少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第三个角球，对手咧暂时系未有角球啊！杜费斯有机会解围啦。巴黎聖日耳門攞到個波啦！呢啲情況你唔入，隨時人哋入翻轉頭啊！艾寧哈蘭德試下射啦，整多腳入咗波，第十個入波，達到第一個里程碑啦！佢啊真係夠曬機警啊！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係咪？嗱，夠膽冒險咪有咁嘅機會咯！巴黎聖日耳門打破僵局，你睇下啲球迷對呢球波嘅反應。哦，我聽到啦，佢哋話想要多球啊！俾人就撞跌咗，個波傳向左翼，哇，好靚啊個位置，人多就係好辦事啊！哇，有驚無險啊！基利安麥巴比就冇話掛住攻唔守波噶，哇！佢係咁埋去追波咧，真係好值得欣賞嘅，因為好多前鋒咧都唔肯咁做嘅。杜申泰迪治，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尼斯達好夠警覺性啊！向前場方向嘅長傳，卻奧斯。基利安麥巴比一對一嘅話咧，呢個對手唔易應付噶。我話唔定一球定勝負啦。射門！哇！佢真係又硬淨又搏命，直頭係用本能反應嚟攔截啊！呢個波，呢個係佢哋今場第四個角球啦，對手依然未有角球噶，跳高一跳。危機解除咗之後就立即反擊啦！哇，都冇快由呢邊場去翻嗰邊場。巴黎聖日耳門嘗試咧傳球突破啊！林柏特
佐迪艾巴，个笼啊夹到实一实嘅。利维特传去另一边，呢下唔得啦，送个罚球俾人。加华迪奥踢翻个波出嚟，截得好。卻奥斯，巴黎圣日耳门可能会就咁拖到半场啊！呢个球员一啲都唔怕挑战嘅，杜新泰迪治，佐迪艾巴，踢到而家都仲系得一个入波，而家嘅比数咧系1-0啊，佢哋领先1-0啊！利维特。艾宁哈兰德向侧翼传球，截走个波啦！艾宁哈兰德仲唔谂住俾，好似唔知道呢个世界上有队友咁啊！个波喺基利安麦巴比脚下，啊！上半场尾段踢得真系刺激啊！头45分钟啊，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噶。都上半場有冇咩特別睇法咁啊？巴黎聖日耳門領先梗係好理所當然嘅，成隊波 fit 咁多，又勤力又主動係嘛？下半場入多一球兩球啊，咁啊贏梗啦！啊，只不過要小心，唔好大意喎，失翻一球兩球啊，隨時輸波嘅。巴黎聖日耳門半場領先一球，好，比賽重新開始啦！巴黎聖日耳門踢得唔錯嘅。有機會拉開個比數，不過唔需要太激進啦，可以喺進攻之餘咧做好啲防守。射啦，有個反擊機會啊！呢種打法就係有呢個風險噶啦。埋巴，伊道東拿利，馬昆奴斯，查漢奴古，呢個波點追啊？莫迪力、碧咸，嗱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目标啦，头先真系牙烟啊！李斯、林柏特、新道东拿利，个波而家喺美斯度截准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地维特稳位接应，过唔到去咯。艾宁哈兰德，碧咸，嚟传翻转，呢球谂住点啊？喂，得手啦，领先两粒啦，松口气啦。呢一球当佢入啊！巴黎圣日耳门领先两球，可以松啖气啦。入到第二球咧，就你話曬事啦！你想繼續進攻又得，你想慢慢守又得。傳去側翼，利維特，呢個係界外球。判斷得唔錯喎，截到個波啦。基奧特。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，基奥特啊，几有心思，不过实行唔到都冇用啦。亚历山大亚诺特喺实边个喺前边啊？艾宁哈兰德呢球波过唔到啦。新道东拿利，美斯，林柏特。基利安麦巴比，基利安麦巴比就绝对不想输给这个对手的，传去边线啊！哇，好跳得啊！
虽然就唔成功，不过呢球波咧都可以话几有威胁嘅。呢球波唯一缺点咧就系个时机差啲，不过可以试多几次嘅。亚历山大亚诺特个攻势组织得唔错噶，好好把握啦。碧咸回传翻去啊！基尼安麦巴比攞到波啦吓，踢埋上去，好个波嚟到基奥特脚下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！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个波咧而家喺基利安麦巴比脚下，有空位啊，射啦！哎呀，仲以为拉开到三球添。哇！如果呢球波入咗就可以领先噶啦，可惜啊，边有如果咧？可以嚟多次啦，艾迪哈兰德、林柏特。个波而家喺查看奴古脚下，阅读球赛能力好啊吓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。呢个直线靓啊，呢下救命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？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？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碧咸，哎醒喎！基奥特、比斯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吓？善用空间模式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喺度围就好啦。临尾一脚唔掂，你之前几好波都假啦。呢球波挡得好啊！头正话完场啦。是啊，他们赢了，比赛期间就尽力去抵抗对手的攻势，赢球是理所当然的。艾灵哈兰德是今场的最佳球员。